麦姐，你看我新买的七彩跳跳山，它可以做成弹力球。说的我没有一样。喵秀家的弹跳起泡胶盲盒，不单只可以弹跳，还能起泡哦。那我们来比一比啊，看谁的更好玩。来吧，看我怎么战胜你。我来拆玩具了，哈！哇，有模具，还有水杯和五颜六色的跳跳山，我去做弹力球喽。先把模具拼装在一起，倒入跳跳山，来个少女粉，然后让它舒服的洗个冷水澡，大概3到5分钟左右就 OK 了。等它定型后，打开盖子，一颗彩色的小球球诞生了，颜值好高啊，像不像彩虹？我的七彩弹力球已完成，哇！弹性杠杠的。喵姐，我是不是手工达人呢？我的七彩弹力球好看又好玩。别着急嘛，看我猫秀家的弹跳起泡胶盲盒，一定会与众不同。这个弹跳盲盒一共有12种款式，哇，都好美哦。诶，这边的更加亮丽一点，还有一个夜光吸油款，我最想要的就是金色。看一下我是不是这么好运，真的可以拿到金色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喽！哈，哇，真的是金色，它的名字叫摸金矿脉，哇，我好喜欢耶！一听这名字，富贵有霸气，金光闪闪的，好温暖的感觉，真是毫无抵抗力。胶质厚实，拉一拉它的小蛮腰，软软绵绵的。来个黄金流动瀑布，全朵黄金花花送给你们。搓个黄金球，看它跳跳舞。哎呦，不错呀！小刚，我的魔晶是不是好高贵？能跳能玩，都不过我的弹力球好玩。我的好玩，我的好玩。小刚，你们觉得谁的更好玩？我的扣一，我的扣二。喵 ，yes。